民众走到路旁，只见地面上出现貌似机车停车格的标线，但怎么看怎么怪，标线东一块西一块，再多掉几片就能变成汽车格。用脚一踢，这标线竟然还会一整块飞走。我觉得蛮夸张的，我只有看过褪色，可是没有看过这样可以直接整块掉起来。用手轻轻一抠，标线就这样掉了下来。近日有民众发文，基隆市中正路上的停车格标线就像贴纸一样，引发网友热议。有人酸说这是基隆限定西带式停车格，也有人感觉很像立可带涂上去的，更有人说只要撕掉标线就能改成汽车格，实在好夸张，让民众质疑是车格标线品质出包，还是市府验收时放水了。我觉得是施工的品质问题耶，不知道他们到底是用怎样子的方式去弄施工品质的问题，施工品质失败了。哎呀，被市民抓包，基隆市府回应是因为施工厂商清洁不落实，残留污渍才会造成标线脱落，已经立即请厂商改善。只是停车格标线出包，让基隆市政掉漆记录再添一笔。民视新闻陈崇汉基隆报道。